客，然后上就搬下这个地来，你看呐，我们有路人都把这包小安排那边呐，都老干了，你呀，不会对面看一眼吗？到他们大海的时候，看到那天幕啊，看你迷上了。都看了吗？你慢叫一下，你怎么了？不用你说，待会儿更高干，你怎么了？让你现在弄干什么？老说工人你给他搞了，你怎么了？哎，等你搞了，看了，慢叫一下呢。